绿岛海底出现了梭鱼旋风，成千上万的梭鱼聚集成了巨大鱼球，同一个方向游动，就像是海底刮起了龙卷风一般，非常的壮观。有潜水教练说，这么大量的梭鱼群聚在绿岛实在很少见。 成千上万的黄尾鲸梭鱼群顺着同一方向游动，就像是海底刮起了龙卷风一般，非常的壮观。有潜水教练说，这么大量的梭鱼群聚在绿岛实在很少见。成千上万的黄尾鲸梭鱼群顺着同一方向聚集围绕，形成一颗巨大鱼球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鱼群悠游从海底往上窜，席卷到海面，就像在海底刮起龙卷风般上演梭鱼旋风。最近这半个月来说，发现看到的黄尾鲭都蛮大一群的。绿岛过去是有看到这样，可是没有这么大群。壮观梭鱼景象出现在绿岛周边海域，4月初有教练带着游客潜水，陆续发现梭鱼鱼群的身影。这回更在离岸边不到50公尺的地方就看到梭鱼鱼群。看一下影片，它的鱼群数量是有比较多一点，是比较少见。那也表示说，在我们周围的海域，栖息在礁沿岸的周围，群游是他们的习性，并提醒民众，他们有过攻击人的案例，因此欣赏鱼群还是要保持距离。记者刘玲祥台东报道。